那可是这里比较小卷的，你们就一卷一卷就想看它，它就等一下的放着来继续使用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这个部分是 OK 的。这部分纸贴外页，因为我在公司里没有时间再做一个这样子。OK， 纸贴当面哦。那这个要贴两。这样。你看，年轻人看，这样子宽度有没有 OK？ 宽度要一样，宽度有没有 OK？ 好，然后这样扫过来，它才会固定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它才能够把它撑开。哦。嗯，那准备要这样，所以这些地方都可以把它撕掉，这两个先不要撕，好。嗯、这个，哎、欸、哎。贴正哦，前面有一个贴正。两百撕掉，撕掉。哎，你正反面，这行正反面。嗯、然后你另外那一页也拿过来。有，我们继续画。